大家好，我是嘉明。不知道大家抽到新的水剑 Bianca 未呢？抽不到的朋友呢就不用伤心啊，因为下一只角色更加好啊。守望传说官方刚刚就公布了降服下一只新的角色暗坦，只是看样子啊，简直是型到爆炸。先不讲他的能力啦，坦对于 PVE 来讲非常之重要，看来又是新手入坑的一个好时机啦。因为我就不懂韩文啦，所以详细的能力呢就等大神翻译。但是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暗坦是继散妹之后第二只可以用盾的三星角色。所以在防御力那方面呢，我估计就不会比船长差啦。根据官方讨论区入面玩家的留言，我估暗坦的能力呢就会是特别强的嘲讽啦、加防和反伤的能力。如果是全体反伤的话，这样组队配合就可能会有新的方向了。不过这方面我们日后再讨论。跟着我们就来看看新的造型了。基本上呢就靓到我决定以后都会流石将所有的新造型都买晒它的。然后旧有的造型呢就开始复刻了，所以之前错过了的朋友就可以放心了。新角色的资讯就去到这里先了。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早些决定应不应该流石放弃啊 Bianca。如果我韩版的账号抽到暗坦，我就会再整片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